我们看这题目，是将这三阶行列式以第二列降阶后求出其值。那么这三阶行列式，我们现在要用第二列来做降阶。那么这等于这是正负正负，所以这是负的位置，这是正的位置，这是负的位置。所以这里呢，一开始我们要在这边写负号。那么这里是2，我们带进来，这去乘以这里画十字，然后没有画到是2 3 1 -2，所以呢，我们这里要使用这个二阶行列式，这2 3 1 -2。好，接下来这位置是正的，我们把它写好，那-3带进来，去乘以在这里呢，我们画十字，没有画到的是1 3 -3 -2，所以这里呢，我们要写这是1 3 -3 -2。那么这位置是负的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先把它写好，这一带进来，那么去乘以在这里呢，我们画十字，没有画到的是1 2 -3 1，所以呢，这里我们要写是1 2 -3 1。那么这等于这里呢就是-2，去乘以2乘以-2，这是-4，减掉3乘以1，这是3，所以-4减3，这是-7。这里呢我们加上，这是-3，去乘以这1乘以-2是-2，那么3乘以-3，这是-9，那么用-2去减掉-9，就是-2 + 9，所以这里呢是7。好，那么这里呢我们减掉这1去乘以这行列式，这1乘以1是1，那么减掉2乘以-3，这是-6，那么1减掉-6就是1 + 6，所以这里呢是7。所以呢我们算一下，这等于-2乘以-7，这负得正，所以2乘以7，这是14。这里加上-3乘以7，这是-21，加上-21就是减21。好，那这里减掉1乘以7，这是减7。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算出14减21，这是-7，-7减7，我们答案呢是-14。这个答案